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葵花味康宁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止痛更止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他行为举止太过偏激，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爆发，我经常因此不知所措。婚前那个温柔的女孩哪儿去了？我瞒着家人和他领证结婚，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没想到却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泼妇。我想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挽救我们的婚姻，但他的咄咄逼人让我望而却步。他做事自私自利，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无法给我稳定的生活，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吕先生30岁，来自山西，歌手。戴女士31岁，来自河南，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一个山西，一个河南，怎么认识的？经过朋友介绍认识。在哪儿啊？在北京。现在都在北京生活吗？对。对。啊，结婚有1年多吧？还没娃呢吧？没有呢，准备。哦，这都准备要娃了，跑我们这儿干嘛？他这个人和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完全觉得不是一个人，嗯啊，非常的偏激，现在给他说句事他就非常的火冒三丈。比如说呢？比如说吃虾，我刚吃一口正好咬着了虾尾，肉多的地方，我就吃了2个，正好虾头就在碗里边。他过来准备吃的时候，他就说你不会把虾头留给我吃了吧？他就以为我真正的是故意把这虾头留给他吃了。不是咱这盘里就2只虾吗？不，一共是8只啊，我刚吃了2个，我不是把所有的虾都吃完了，把所有的虾头都留给他，不是这样的。当时吃的时候就是他先吃的，我在玩手机，然后我玩手机的时候他说老婆你过来吃虾吧，你别玩了，我给你留的那个虾头，你看那个虾头上面还有肉呢。这不就是个玩笑吗？夫妻之间的，我盘里不是还有6只虾呢吗？他也不是开玩笑，他就是说很认真的说我给你留，我给你留了虾头。我现在就问你，盘里是不是还有6只虾？有。那不就完了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好，这我接着听，我有兴趣了。类似的事还有吗？还有很多啊。你再举个例子，我得找找为什么这么极端了，你知道这怎么回事？还有比如说吃排骨，吃排骨，排骨他说有那个，他的印象中是有那个京排和边边那个叫什么江排，我就吃了1-2个吧。他就说你不给我留好的那个京排是吧，你不把这个肉多的不好的那个部分给我吃是吧。他又因为这个又生气了。那你不能光挑京排吃吧，你给我留江排。里边还有啊。老婆你快过来吃，你看我多疼你，我给你留的全是肉，我结果一看全是江排，你把京排全吃了，总共才几个京排呀，一共好几块，那好多肋骨就像人的肋骨，我不可能吃把全部吃完嘛，对不对？你不是全部吃完，是，但是你这个行为就是不对，很自私，已经表现出来你的自私。不是咱现在是个什么年代？为2块排骨和一条虾，咱生这么大的气，姑娘还有啥？还有就是在我们办完婚礼之后的第二天，准备回他们家去看望他爸爸妈妈。嗯，但是去火车站的路上。是看我的爸爸妈妈，那是你的，那是你的丈母娘。对，你不要说错了。去看我们的丈，我的丈母娘，她的爸爸妈妈，对，在火车站的时候，我的妈呀！就这样，因为一件小事，他就又火冒三丈，就又撒泼打滚，就像那种泼妇一样。不是因为什么事儿？这个，你让他从头说吧。那我问你，你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见过我爸妈吗？确实没有，确实没有。你见过吗？我们领证确实是他偷偷的拿户口本出来，
这个我确实很感动。刚谈恋爱的时候，他愿意花时间，就是在外面等我，等2到3个小时，他都愿意等。嗯。然后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值得去相信，值得去珍惜。我就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啊，我自己拿了身份证去领了证。嗯。跟他领完证之后呢，他也对我挺好的，但是我们的婚礼可能办得比较晚。我们是2022年2月份领的证，然后我们办婚礼是在2023年1月11号。嗯，我领完证半年之后，我父母才知道。我父母说，你是河南的，他是山西的，你一个女儿嫁的那么远，我不放心。你怎么就做这种决定了？嗯，我说我认为我已经30岁了，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如果再拖下去，万一我说我们两个分手了，可能我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了。嗯。父母也没说什么了，而且他可能这个人嘴巴比较甜，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父母，但是开视频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去叫，哎呀妈妈好妈妈好，然后我妈就觉得哎这个人挺好的，所以就特别的中意他。那你们婚礼为什么二老不来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家里面都开始咳嗽，开始发烧了，不能来。1月11号结的婚。嗯。但是我们就说订了票嘛，1月12号回家的票。嗯。结果呢，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他妈妈打电话说姥姥去世了，说你们要回来吗？他就听他妈，他想回去，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要不你自己回去。我当时就受不了，昨天刚举行婚礼，今天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去。他就觉得他的家人更重要，我的家人不重要。后来我跟他吵了一架，他窝了一肚子火，然后就到火车站陪我去了。行，去。去了之后也不跟我好好说话，跟我怄气，也不理我。行，后来回家了吗？见到你爸妈了吗？回去了呀。怎么样？我闹了一场呀。闹什么？我在地上撒泼打滚呀。你在哪个地上撒泼打滚？在火车站。他就不管我，扭头就走了，东西也不拿，就让我一个人愣在那儿了。其实当时我是很想出去拉他，但我已经进闸了，工作人员看着确实不太好看了，越哭越大声，所以他把闸开开，我才出去哄了他，说咱们马上，其实那临近开车点了，我说咱们不要误了车，咱们既然已经决定回去了，咱们就赶紧赶上这趟车，在车上好好说一说，好，不要把这个再闹大，我也就给他承认错误，他就不让他太生气，他后来就慢慢的没有那么生气了。好吧，还有什么样的事儿啊让你受不了？现在在备孕嘛，他老觉得我老当不起这个父亲的重任嘛，因为我在北京生活不稳定嘛，作为一个歌手，但是收入其实也还行，只能够支撑在北京。你是酒吧驻唱还是各种那个？各种商演都有是吧？对，其实慢慢演着呗。对，所以我就这么想的，慢慢来嘛，凡事都会有个过程。所以我也给他承诺，我说以后会给他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他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就想着能不能我去哪里演出，带上他去另一个地方，也去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嗯，生个很好的一个宝宝。啊，以后咱们能幸福的一起过下去，是这样想的。你带我去哪儿旅过游？北京所有的都去过了呀。出过北京吗？咱们以后慢慢有时间了再去，我肯定承诺你好吗？我不知道我跟你结婚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单身的时候我自己随便想到哪里都可以去游山玩水，可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了。你说你现在30岁了，你要孩子，你怎么要孩子？一逛超市就跟我闹着老婆你给我买零食，我真的崩溃。你见哪个男的天天拉着自己老婆到超市让他老婆给他买零食吃？那你也不成熟。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爱好，我觉得你得允许一个人有一个爱好。你的爱好太广泛了。我也很爱吃零食啊，这是好奇怪，我包里面全是零食。怎么了呢？我们怎么就不成熟了呢？所以一进超市，妈呀，你又不是3岁的孩子，天天到超市就是闹着吃零食，我说你吃点水果不行吗？不行，你自己身体又不好，你不关心你自己，别人替你关心你还不乐意，那不是你的问题吗？哎呀，这媳妇儿可以啊。来来来，好好好，这是他不成熟是吧？您接着说。很幼稚，就是到现在30岁了，不敢一个人独自睡觉，还得人陪着，天天看恐怖片，夜里做梦跟别人打架，我在旁边睡得上来给一拳。我老遇到这种事情，他还可无辜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啊，我做梦跟别人打架，你知道我多痛苦吗？我说你痛苦，我上来挨你巴掌。有科学研究，做梦跟别人打架不是因为看恐怖片看多了，你知道吗？是因为日常生活神经绷得太紧，周围的人给他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这是你说的吧？他自己还没说呢。不，
我刚说是科学家研究的，你就来，这是我说的。我的妈呀，这备孕备的怎么样啊，兄弟？嗯，还在努力中吧，先把这个矛盾给解决完，我觉得再就别努力了，方向错了，越努力就是越退步，你知道吗？这还得了？还有啥事儿啊？他太懒了。在家里边我做的都是女生做的事儿，我拖地，我洗衣服，我做饭，我洗碗，对，所有的衣服整理什么事务家都是我做。你说的是你工作没有的时候吧？你没有工作的时候我有工作，我出去工作很辛苦，你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很正常吧？现在你工作辛苦了，我现在工作轻松了，我在家里做这些事情你做了吗？我忙的时候我也做。这是共同分担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是懒惰，合理分担。好，我希望咱们俩共同分担好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啥让你生气的？他没有担当，遇到事情他都是把我往外推。哦，比如说什么事儿？他有一次我们一块儿，他就是朋友约他说去 KTV 唱歌，然后当时刚好赶上11，我们两个两周年，就是认识两周年谈恋爱纪念日，我就说咱们纪念日咱们去逛逛街庆祝庆祝。但是可能那天逛的时候时间有点久了，然后我说你就去唱歌嘛，我说你不用那么准时，对不对？然后那天可能就晚了点。到了之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因为我他迟到了，他脸上挂不住，他就当着所有的面大声地呵斥我，都是因为你啊，不然我早就来了，你赶紧给我喝酒赔罪。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自己在那儿喝酒赔罪，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今天逛街晚了，就是来晚了，我说实在是抱歉。然后我就给那个组局的那个朋友发了个红包，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我赔你道歉了。结果他跟那个朋友就发消息说，他说全都是因为我老婆这人特别烦，磨磨唧唧的，要不是因为他我早就到了，不至于迟到。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没有担当，出了问题都把自己老婆往外推。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单纯的去唱歌，因为这个局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跟另一个朋友认识，为什么呢？他需要找歌手，我相当于一个面试在 KTV 这儿。我这次活动我也觉得挺重要，我觉得肯定不能迟到。但他说这事儿你跟他说了吗？我跟他说了，他也知道。你当时没有说，我们迟到之后你才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我会说让你故意迟到吗？去了之后发现有很多人，他只要从中间去挑，我才知道的。我当时也是觉得很内疚，而且他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做事情干嘛的就不动脑筋，死脑筋。就是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婚礼吧，然后那个婚礼上就是有别的他的朋友认识的，他说认识两三年了，然后那个人就知道他爱唱歌，那个人说咱们等会儿那个婚宴结束之后咱们去唱个歌吧，喝点小酒，他说咱们就全场是男士 AA 女士免单。然后我当时就这个人一直说酒的问题，我就觉得有问题吧，我说他不会是酒托吧，我说你不要去吧，他不相信，他说不可能，你这个人就是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坏，我们认识两三年了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这个人就是心肠歹毒，把别人老是往坏处想，你要去就去，不去就算了。然后我当时心想，我觉得是酒托，我说我给你转点钱，我说万一人家骗你的话你最起码能拿得出钱来，因为当时他是没有工作的状态。然后当天去的时候喝酒，他在那边唱歌唱得特别开心，然后那边就开始那边人哐哐哐的开酒，开完酒之后男生半个小时来一次，来了喝半个小时的酒走了，女生不停地来，我就感觉这个情况很不对，我说咱们走吧，他就不听，我从7:30催他，催到8点，8点催到8:30，然后后来8:30了我们走了，走完之后然后回家了，我还跟他想，我说这人绝对是酒托，然后第二天别人就问他要钱，他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要多少钱？1000吗？哎，特有意思啊，这姑娘怎么这么懂这些事儿呢？因为那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谈酒的问题嘛，可能就是我会多想一些吧。所以他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事儿他想的比你深一些？确实啊，想的比我深而且复杂。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思维，对，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你爱人的这个思维模式是那种很复杂的思维模式，对，有时候我都想不到。好，那明白了。所以今天先生来说我们在备孕，我希望妻子能够有所改变，对，好继续生活。如果他就改不了呢？继续感化他吧，我说什么能够先理解我一下，听我诉说说完，然后你再生气也来得及，不要那么一点就着那种就行。你现在对他的一些行为，你到底是在忍，还是所谓你说的想感化他？其实算是包容嘛，也不算忍。那我重新问，
啊，我就没想到这个词儿。你看，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对他的这些行为是在包容还是在忍？这个之间，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包容是我一笑而过，忍，我就是为了某种东西。你先问那个把娃生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把这围了围。那不会，我娶个媳妇儿花那么多钱，我不容易，我得忍呢。那从来没这么想过，那肯定就是包容了。好，包容。你对他的行为到底是包容还是忍？我对他的行为是理解吧。啊？理解。理解。我不能包容他错误的行为，我只能理解。你看这话说的多有水平！我不能包容他错误的行为，我只能理解他错误的行为。理解之后呢？理解之后就是跟他去讲道理，希望他改。哦，那这个话应该是这么说，我完全不能容忍他错误的行为，我是要改造他。我没有要改造他，我也希望他能够就是对我好一些，态度好，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做，但是你的一个态度，一句话能够暖到我的心里，我就够了。好，行了，理解了。希望妻子改变，对，好好过日子，对，对吧？对，希望丈夫像从前一样的能对你好一点，然后好好备孕生娃，是这意思吧？是的。行了，各位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俩的希望今天全部都会落空，谁都实现不了。这个世界上谁也别想改变谁，谁也改变不了谁。他对你最好的那个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永远回不去了。结了婚之后就是走下坡路，你甭说他，你再换一个男的，你换100个男的都是在婚前对你最好，结了婚之后就一定不会是那样了。明白这些真相就适可而止，甭作。结了婚之后千万不要把你不爱我的时刻当成你不爱我，你能听明白这句话吗？能。过日子谁家不是一地鸡毛啊，但是你不能把他把虾头留给你，然后把寸牌吃了的时候就当成你对我不好了，你不爱我了，你就是自私。因为一个时刻，因为一件事情把一个人定性，你觉得痛苦的是他吗？不，痛苦的是你。你在否定你的选择，你在否定你的人生，你在否定你的婚姻啊。所以你自己选的路，自己选的婚姻，你想要改变这个人是不可能的。那改变不了怎么办？我接受和面对，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自己能做什么改变？只有你自己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人和这个社会还有这个世界的方式才会发生改变。就这样。谢谢珊娜老师。严老师，男生为什么娶女生啊？我觉得他挺好的。哪儿好？挺善良的，心里挺善良。善良女孩不应该是说，哎呀，姥姥过世了，那咱们这喜事往后放放呗，我先陪你回去看姥姥，然后看我爸妈，咱们随后再说。你们场上说的所有的事情，哪件是他善良感动了你的？你吃一块排骨他都耿耿于怀到现在，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把最好的排骨吃了。姑娘，我没有说你不善良啊，我只说你们俩真的在一起有很多误区，或者有很多误会，误以为自己了解他，误以为对方爱自己，误以为你也爱着对方。你们不了解彼此，尤其女生，你是一个非常缺爱的姑娘，我不知道什么导致你如此缺爱，所以你才会高敏感、高浓度的要求一个人对你关注，要求一个人对你所有的需求有及时的反应，对你不愉快的事情必须做出调整，这是缺爱的表现。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爱他呀，因为你看，你说你婚姻当中有很多需要，他都没有，没房没车没钱，工作不稳定，还想生孩子，胆小爱吃零食，挑好的给我差的，你说了所有啊。而且我告诉你女生，你迟早把他耗干耗尽，当然新婚燕尔不劝你们分，但是你们在一起真的是彼此滋养了对方心中的暗，那女孩越来越不快乐，男生还说我还要和你结婚，我们备孕，你敢生孩子呀？他怀着孕在地上躺着打滚，你怎么办？回头你再把他气病了。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啊，你们冷一冷吧，不要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在对方身上，先去好好爱自己。男生规划好自己人生的未来的路，歌手也要有规划，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女生也一样，收敛一下自己的情绪，你缺爱就要学会自爱，爱好自己才有能量吸取别人给你的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先冷一冷吧，你们俩，谢谢。谢谢严老师，陆琪老师。一个歌手遇到了一个歌迷，那个歌手呢，正处在落魄当中，事业无望，没有什么自信。那个歌迷非常的崇拜他，说：“你做什么都是好的，你做的一切我都支持你，我无怨无悔的愿意跟着你。”那个歌手觉得自己找到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然后那个歌迷说：“哪怕你没有钱，哪怕你什么都不会，哪怕你什么都给不了我，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结婚，所以我去偷了户口本来跟你结婚。”故事很美啊，但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是，两个人结完婚之后，突然之间那个歌迷发现，哎，你不再是那个光彩耀人的在我心中那个大明星了，你回到家里面不也是凡夫俗子吗？既然你是凡夫俗子，那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呢？你不仅不能给我好的生活，甚至于连我幻想当中的那些美好的爱情都不能给我。那个歌手想，哎，你不是崇拜我吗？你不是无怨无悔吗？你不是那么善良的愿意跟着我一辈子，哪怕什么都不要吗？为什么我现在做的一点点的事情你都能挑三拣四呢？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们爱上的是光环当中的对方，但得到的是光环褪去之后的生活。这就是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东西。你就是在抱怨吗？怨天怨地怼人吗？对不起，你们输了吗？你们这一把压输了，赌的是内心的幻想，那幻想是必然破灭的，就是你们在看到的那一瞬间已经是高光时刻了，烟花大会结束了。现在就是打扫卫生扫去吧，现在就很简单，要么就是相互支撑，重新去建立下一次的烟花大会，建立下一次的高光时刻，要么就姑娘咱认输啊，转身走，你现在还年轻，再换一个也能选，天天吃大虾，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米娜老师，谁说不能离呀？当时不就是偷偷结婚的吗？现在不就偷偷离一下不就完活吗？所以现在其实怕偷偷离婚的人是丈夫嘛，因此丈夫才希望你能够怀孕，而不想怀孕的人其实是您嘛。您在生活里头制造出一堆的事情，其实只为了服务于你自己做的第一条假设，这个假设就叫做我要离开他，我要离开他，因为他是一个吃虾都只给我留虾头的人，我要离开他，他是一个吃排骨都挑最容易剥掉的排骨的人，我要离开他，因为他让我要房子没房子，要车没车，生活的如此潦倒，一个九零后开始过上了每天在这里数着钱过日子的人生。你嫌弃他吃零食，真的是因为吃零食对身体不好吗？不是，你穷你不配吃，家里有饭你不吃，你还要去开销这么一笔，你却不知道把零食钱给存下来，好去给孩子将来未来做一个投资吗？所以你在你的老婆心里头是样样无能。既然样样无能离开啊，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必须满地打滚来让他嫌弃你，把你一脚踹开，姑娘，你也没必要把你好不容易靠自己接受了大学教育，靠自己学会了接人待物，但是跟他结婚之后你却又变回了那个三岁多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滚撒泼，不管地上脏不脏，周围人怎么看的你，你为啥要这样啊？既然这个样子，快一点离开，别试错了。哎，谢谢米娜老师。同为男人就说几个原则好吧，就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我眼里，这个女生的几个事儿，发生任何一件是必须离开的，想都不想，不管是情感到了哪一步，是绝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第一件事儿，成年人在公众场合的撒泼打滚，我认为是性格缺陷，我害怕，我一定会离开。我说的是我，不是说他，就是作为分享，就是我们看你，当你碰到有极端性格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仅仅会伤害你，他是先以伤害自己为开始，最后伤害你，这个是挺可怕的。姑娘，你这个要修正一下，不能这样。第二个原则，一个没有同理心的女人是一定要离开的。为什么？就是这种女人到人生的一定阶段，因为她达不到某个目的，她会害了你及你周边的人，
因为在他的心里是没有约束的，这个特别可怕，叫没有敬畏。哪一件事情，你的姥姥去世了，正常的教育下的反应和有同理心的人一定是说，老公去看看妈妈，明天再回能怎样，就是第二件事情搁在我这儿绝对过不去，因为他是自私的，他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最放大的最膨胀的，我是看小事我不看大事。至于女生，我没什么好说的，离开，我觉得这段关系不好，把两个人所有的丑全都激化出来。你们也可以考虑陆琪老师的方案，要不然你们就互相支撑着，为彼此续口气儿。孩子先别急着要了，你以后还会撒泼打滚，太可怕了。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怎么说呢，在认识你家教欠妥，但可能可以靠后天努力修正自己。不是，你咋说的都没底气了呢？越说越心虚。来看看人家的选择吧，请开门。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老婆，你出来。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请亮灯，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谢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一年，他
他却给不了我安全感，和同事暧昧，和前女友藕断丝连，让我无法再相信他。信任是互相的，你总是和我炫耀那些前任，也让我十分介意，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感情。他总是做事唯唯诺诺，又吃不了苦，和他在一起根本看不到未来。你总是对浪漫过敏，还事事打击我，把我的真心随意践踏。我是真的喜欢你，就不能多爱我一点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冯21岁，来自天津学生；小董21岁，来自河北学生。欢迎两位哈，还在读书吗？嗯，对，学生。是一个学校的吗？嗯，不是。咋认识的？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认识，然后一起去外面吃饭，然后就这么认识的。认识了多久？认识，现在认识1年半了。那谈了多久呢？谈1年了。哦，谁追的谁？我追的他。哦，这个今天来是因为，他想分手，但是我想过来挽留一下他吧。说说吧，为啥要分手？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现在太多问题了，尤其是我在他那里太没有安全感了。哟，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女同事搞事情，当时我们两个正在外面玩。他不是还在读书，怎么还有同事啊？他在那个快餐店兼职。哦，勤工俭学是吧？对。然后我们两个正在外面玩呢，他的手机就一直响不停，然后我就想看看是谁呀，一直发微信，我就拿他手机过来看一眼，结果发现是一个小女孩给他发消息，连发了好几条微信，是他在快餐店的女同事嘛，然后那意思就是，今天备餐又备错了，今天这个顾客没给这个吸管，顾客没给小料，然后被老板骂了，怎么怎么着，这些日常的小事儿。哎呀，这在女人心里面就算日常分享了吧？我觉得太暧昧了，是吧？是恋人才能做的，是吧？对。然后我就想看他回的什么吧。对。结果他就是只回了人家一个字6，然后我寻思看看之前的记录吧，然后我往上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一条没有，被他清过了。呀，这想象空间可就大了，是吧？为什么只回了个6呢？因为我觉得正常嘛，像同事之间我们关系比较好，人家跟我吐槽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确实我和他也在谈恋爱，我觉得跟人家过多的聊一些也不太好，所以我就回了一个6。那为什么把以前的都删了呢？我怕他会多想。你都没干什么，为什么怕我多想呢？你删了我不是更多想吗？我告诉你，这是他们的逻辑，是吧，姑娘？对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没有事儿，他不会删记录的。你看，都说了嘛，到底有没有事儿？没有。那也不仅仅因为这个，他跟他的前女友还藕断丝连的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当时他背着我跟他前女友一起去旅游了，而且他骗我说他生病了，他去医院了。我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他真的病了，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还给他发微信。结果就是没有人回，一直到晚上8点多快9点了，他才回的我消息说，刚才在医院挂号，一直太忙了，没有时间看手机。当时我就信了，然后当时我朋友还说，男人的话可不能信呀，就是这么久都不回你，怎么可能呢？他就算去医院，他再忙也能抽空跟你说一声啊。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他，我当时太相信他了，然后我觉得不可能，然后这个事儿还是从他前女友嘴里知道的。这怎么又从他前女友嘴里知道？就是他俩旅游的这个事儿，是他前女友告诉我的。他前女友通过抖音主动找到我，挑衅我。怎么挑衅？就是他前女友把他俩的聊天记录给我发过来了，就是说他们两个聊了些什么呀。他前女友还把对他不利的那些都没有给我看，然后就是说他约他出去，或者是他们两个就达成了一种什么约定，然后要出去这种事儿，他给我看了。然后他发的不仅是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还有他跟他哥们儿私底下诋毁我的话。哇，说说吧，这个我可帮你遮掩不过去了呀。就是和前女友分了以后吧，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遇到她，然后我们两个说的是再出去玩一次，然后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联系，不会有什么交集了。但是那个时候赶上过年，家里挺忙的，我也没有什么空闲时间。然后后来认识她了嘛，也和她谈恋爱了，然后也是年后了，我的时间就多出来了，富裕出来了，然后就想着把这个承诺算履行了吧，因为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也不会有交易了。但是确实也知道不太好，也心虚理亏，想着有侥幸心理吧，瞒着他。去哪儿了？就去北京玩了一天，就故宫溜达什么的。还去哪儿了？然后吃了一点饭吧，就没有。在哪儿吃的饭？快也是快餐店啊。然后呢？
然后就晚上把他送上车，然后我就回家了，就没什么事儿。对，那干嘛你前女友把这些东西发给你现女友了呢？我不知道。你别不知道啊，你推测一下，你想想。嗯，像他说的挑衅吧，就是故意的。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还有感情。然后呢，你再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个还发了一些他跟哥们儿诋毁你的话。对，他跟他哥们儿私底下说的挺难听的，就是说我一些不好的点，他吐槽，但是他表面上真的一点都没表现出来。我就觉得他这人挺可靠的，然后我们俩关系也挺好的，但没想到他私底下就跟他哥们儿这么吐槽我。说你啥了？其实我觉得我对他已经还可以了，他就是跟他哥们儿说我这个人不好，对他也不好，然后还说我们两个一起吃饭的事儿。就是那天吃铁锅炖，我想替他省钱，然后我就说咱们点那套餐，然后那套餐上来了挺多的，我们就俩人吃也挺多，也吃不完。然后我喜欢吃菜嘛，我说咱俩再加份菜吧，本来也吃不完了，但是我说我就想吃，他当时就说那行啊，你想吃咱们就加。然后加完之后我觉得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挺正常的。没想到在他们俩那个聊天记录里面又看到这段故事了，就说什么吃不完还要加，是想花我钱吗？啊，回应一下啊。是，嗯，像说他那些话吧，确实就是有时候我们两个吵架，像一开始吧就互相给个台阶嘛，然后这个事就解决掉了。但是我发现后来我给的台阶越多他越不下，我也一直在哄他，但是他根本不会理我，也不会去想一下我这边怎么怎么样什么的，就是脾气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和我朋友他们说我挺作的，我有点挺累，有点受不了。哦，就因为这个要跟他分手是吗？我觉得他就是不在乎我呀。嗯，而且他这个人吧，他能力不太行。我觉得怎么了？因为之前我们两个打算租个房子，当时我跟家里闹了点小矛盾，我就想搬出来住，我们俩就商量着说一起租个房子吧。但是这房子其实是我自己住，然后但是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跟中介也商量好了，这个房子不错，咱俩要不就定这个吧。然后当时看好了之后，也就是最后那个步骤了。然后当时我考试，因为我在大学嘛，然后我就说要不你来吧，你来交接一下，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在这方面可能就是比较有，就比较擅长。嗯，然后我也相信他，我就交给他了。结果签完这个合同之后，我再去看这个合同，这个合同上面好多对我们不公平的条约，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俩赔了2000多块钱吧，然后这房子也没租上。他就总把这些原因归在我身上，可是我确实我也是第一次租房子，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总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了这些。那我也是因为他去租房子，我去外面干一些兼职，然后去给他挣这个房租。他不仅，我就觉得你不念我的好就算了，他还总觉得我没能力。嗯，但是我也给他找了很多工作，就是那种轻松又挣钱的，他都不愿意去。我觉得，哎，这世界有轻松又挣钱的工作，不是，你给我推荐，就是没有相对于这么累，我特想去啊。就比如说我想让他去那种办公室或者是说前台之类的比较轻松一点的。他不是，他给我找的这些啊，我去问人家了，人家也不要我，人家那边也没有给我回复，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就总觉得是我不去，我不听他的话。所以你再觉得他能力也不行。嗯，我觉得他吃不了苦，既不忠，能力又不行。对，还有啥？还有他总是在意我前男友的问题。对，因为这个问题以后吧，我确实和他保证了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包括现在我的手机也是随便给他看的，而且也确实后面这种事第二次也绝对没有了。他却总拿着这个事儿吧，来和我拿着他的前男友的照片来跟我炫耀，说你看我这个前男友长得好看啊，这个男生我原来喜欢过，有好感，看我给他录的打篮球的视频，这个男的怎么怎么好。可是他在我这边就很少夸我，却一直打击我，然后去用言语嘲讽我，却一直拿着别人的男生的照片来跟我夸。那他都跟我说了他跟他前女友不可能再有联系了，他还背着我一块去旅游，我拿我前任的照片气气他怎么了？而且还有一次他带我去见他的朋友，然后他那天吧穿了一个挺好看的小裙子，化了妆也漂漂亮亮，我其实还挺开心的。结果到那以后吧，我发现他跟他朋友聊话聊天我插不上嘴，我就融入不了他们，我只能说坐旁边我自己玩我自己的手机。结果他反过来觉得我不去融入他们，结果他们聊的是他前男友的一些事，我确实插不上话。他当着我的面聊他前男友肯定不开心啊。如果说拿照片是为了气或者报复，那你跟这些朋友在一起聊前男友目的是啥呀？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不如我前男友啊。
就是不如你前男友啊？对呀。那为啥分了呢？跟前男友？因为性格方面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力没问题啊。你有几个前男友？他们能力没问题。因为他总是很介意我每一个前任，不管是哪一个。不是，您到底有几位前男友啊？三个左右吧。三个左右，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啊？就三个差不多吗？不是，是差不多还是差很多呀？三个到四个，差不了多少。好吧，这个行。结果他不光嫌我能力不行，不是，那他是你是拿这三个人的分别每个人没有、就是、特长和优点来比，还是这样？不是，我觉得就是他比哪个都比不上。哎呦我的妈呀，你真厉害呀，姑娘，啊，你接着说。而且那天吧，其实完事以后，他想去玩第二场。啊，他们玩，但是我挺晚的了，我家里呢管得挺严的，我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他。然后他就闹点脾气吧，觉得我陪不了他，然后跟他朋友说，我头一次搞这么窝囊的一个男的。因为我之前搞对象的时候，如果跟朋友就是正玩着呢，不可能会有人说要早点回家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家管的就是太严了，而且我当时只是想让他多陪陪我，我想让他去跟他家里面去商量一下，或者是说去询问一下能不能晚点回去。我就是想让他这个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之前陪他前女友也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我就觉得心里的刺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他压根就没那么喜欢我。我陪前女友最晚就到九点我就回家了，那天已经挺晚的了，快十二点了。就因为还有一次染头发的事儿，他也觉得就是我太那个小题大做了。他总觉得就是我总是打击他，因为他染的确实特别丑。就我谁给谁染头？我们两个互相染。对，颜色是谁挑的？是他挑的。我们俩一起吧，算是，因为他想染一个情侣发色。然后我就说那挑这个吧，你染也行，我染也行，就定下来了。我觉得在外面染吧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想我们俩互相帮助染一下，有个意义。然后他一开始给我染吧，我觉得挺好看的，还不错。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给女生染头发，我也没什么经验，但是染完以后我觉得还行吧，也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差劲什么的。结果染完以后他就说丑，然后我就一直哭。不是，那能染得多丑啊？发色定了以后。不是，他染得不匀，因为我之前自己染过头发，我就觉得我有点经验，我说那你听我的，咱俩一步一步来，肯定出不了错。结果我让他染这他染那儿，然后他还一直说好看好看好看，我感觉我迷失自我了。动手能力不强。对啊，又是帽子，这男友哪还有什么好的呢？还有什么缺点呢？姑娘，我觉得他没有男子气概。不是，他总是磨磨唧唧的。上次他想去学校给我送一东西，送一玩具。然后我就去学校门口接他，因为我俩不是一个学校的。然后当时我去了学校门口，他在那等我呢。然后外面那么大太阳，30多度，我们俩都就都挺热的，也挺不耐烦的。当时我就说那我赶紧把你带进来吧，进去也还能去我们学校教室里面待着，有空调啊。然后他就死活不乐意，不行，我不进去。然后我说那你别进，那你走吧。我就生气了，我当时其实说的是气话。然后我说那你走吧，结果他就真走了。我觉得他太没情商了，他还在校门口哭，就是我就说了他两句而已。哭啥？不是那天吧，我也要上学的，我起得比较早，学校比较远，我5点半就起来上学，12点放学，我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我亲自给他再送个玩具，我下午4点吧才折腾到他那儿。然后玩具拼的其实挺好的，结果在路上吧碰散了。我想的是也挺简单的那玩具，我在学校门口给他拼15分钟让他带进去就好了，别让他折腾了。结果他就非让我进他们学校里边，可是他们学校特别特别严，你说如果你把我带进去了，让别人抓到了或者发现了，那最后你说受处分的、受处罚的不还是他吗？他就一直说我磨叽磨叽，然后最后他不耐烦了，你说进学校了，那我大老远过来，他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他们学校门口，他自己进学校了，然后给我发短信吧，说你走你走，那我肯定也不开心，那我就直接走了。那你哭个啥？我憋屈，我哪有委屈啊？哇他妈呀！哎，那你就反正这个这么说吧，他想跟你分手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是吧，姑娘？你看陈列了这么多点。从人的能力到人品，从人品到这个外貌长相，从外貌长相到了动手能力，反正一溜够的，您没一样好的，人家说分手，这我们理解。你为啥不分呢？因为确实挺喜欢他的。
不是喜欢他啥呀？你看他天天这么欺负你。嗯，有时候他刀子嘴豆腐心，他也会关心我。那关心你啥呀？比如我不舒服，他有时候给我送个药什么的。我在学校怎么怎么样，他也过来接我，什么也有。最后问一句话，你是非他不行吗？嗯，对。啊？嗯，对。大声说。对。就如果他要真跟你分了，你会怎么着？继续求复合呗，再去找他。然后呢？就死缠烂打是吧？嗯。好吧，听明白了吗？哎呦，你看这姑娘马上又乐了，一死缠烂打又乐了。哎呀，她还是喜欢我的，你这手能分掉啊？别胡闹了吧，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好好调整调整应该怎么谈恋爱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张大老师来。你可以不喜欢她，你可以说你能力弱，你可以说你做事不周全，你说她不成熟等等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拿他这些缺点去和你的那些前任相比较，这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了，这就是不尊重他，极其不尊重，尤其站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说，我觉得你没有我每一任前任好。我的天哪，我要是这个男生，我听到这句话我掉头就走。你连他哪一任前任都比不上，你今天还站这儿舔着脸说求复合呢，你还死缠烂打呢，他不尊重你，你怎么自己也不尊重自己呢？不要装傻充愣，带着前女友出去还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前女友给他发这些信息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你最喜欢看两个女人的战斗了。就这样，谢谢陈达老师。杰老师，小姑娘呢，就是你们俩之间，其实你看着嗓门大，其实你是被拿捏的那个。你看着你处处对他有要求，嫌他这不对那不好，其实真的要放手，他比你转身会坚决。就是你对他是侮辱性挺强，伤害性不大。你没怎么伤到他，你都这样对他了，他还能死缠烂打，为什么呀？他知道你逃不掉吗？你知道他真的是那种多情但用情不深，所以你看他跟前女友分手了还能为了一个所谓的承诺去陪人家旅行，旅行完了说再见，此生不见。所以你说是因为哎呀他不够男人气所以我要离开他，这不是核心，离开他是对的，但核心是他没有那么用心爱你。所以赶紧走，从你发现他跟前女友骗你去旅行的时候就应该扭头就走。男生没有那么爱人家就别占人小姑娘便宜，没有那么爱人家就别表现出来哎你怎么对我都行，真的你在爱情当中用用心用用情吧，所以收起你的眼泪，那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就这样吧。谢谢杨老师。陆琪老师，死缠烂打是恋爱里面最管用的技能。你说他没有能力，他可有能力了，你去看好了，他所有的前女友包括你在内，在跟他分手之后心里面都会受到重重的创伤。为什么？因为他在你们的内心先撑大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的缺口，他自己一开始用巨大的情绪能量把这个洞给撑大了，然后他抽走的时候你们灵魂的一部分被带走了。因为你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你每一次提分手在这些会谈恋爱的人眼里面就是你沦陷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每一次说分手我能把你哄回来，我就让你重新体验了一次从低谷到巅峰的情绪体验，让你经历过冰川一样的冷漠，让你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痛苦，又让你经历过无比的甜蜜。你走得了吗？走不了。你已经是个恋爱脑了。你不喜欢他在学校门口哭，你他和前女友出去几乎等同于出轨，你觉得他没有能力等等等等，每一条都是足以分手的，但事实上你不是来分手的，你还是沉溺在他给你的戏当中啊。说分手能分得了手才说明你对于爱情是有掌控力的，大声没有用，羞辱人也没有用，只能被人认为是家教太差。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米娜老师，其实很多老师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发现了他在热恋期间还去跟别的女孩子去旅行之后你还能忍下来。后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忍下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要战斗，
本来这一桩恋爱就太过于乏味了，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假想敌的出现，忽然一下让这一个平凡的你看不上的小子有了莫名其妙的魅力，因为有了竞争者，忽然一下他就变成了那么一个需要抢夺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你又觉得我抢到手了好像也不咋地，于是你又忍不住羞辱他一顿，羞辱完他了以后发现把他扔回去居然又有女同事想来抢，所以你又开始有点火了，又拿起来看看，好吧，我再留你两天。我本来是也在想你们都这个样子了为啥要谈恋爱，后来想闲的就是闲着也是闲着，对吧，反正人生也没别的乐趣可以干，也没有想读的书，也没有想玩的一些东西，也没有要打的工，也没有要孝敬的人，也没有激励你前进的榜样，内心反正这么空虚，我们就做一点让我们觉得有存在感的事儿，那就谈恋爱吧，不就这吗，对不对，既然就这样的话就接着继续啊，加油啊，反正一个离不开一个的，不就保持住不就好了吗，这比你们晃荡着闲着没事喝个闷酒跑出去浪荡惹出一堆麻烦来可能更好。谢谢米娜老师，调笑之中说出。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来，莎娜老师预测一下吧。双不出，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双不出。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们本着拆散一对是一对的想法，又成功的甄别了一段假爱情，啊，其实爱情没有真假，只是这段爱情让两个年轻人变得面目比较狰狞，只是这段爱情让两个年轻人忘记了在他们这个岁月和年华当中最应该做的事情。回到生活的本质，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抉择。再次的感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